蓝队学长，脱掉了，跟你们站穿个什么颜色？脱掉啊！你去，你真是蓝的，没有，对，你看，我一下红，一下蓝，一下红。如果选到红，我就弃赛。哦。我如果选到红，我就棒赛。棒赛，不要拉我。天哪，好帅哦！中场，好感动，我以为你们不会来。没有，妈妈，你加油！抓到吗？你们是来看梦姐的吗？当然了。我下一季也要参加。我努力。好感动哦。情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哈哈哈哈哈！而且你看，我今天穿的是红队，可是我穿蓝袜子。有。哎、欸，请你喝饮料，好辛苦。哇！来一件饮料，来一件饮料，来真的饮料啦！来一件饮料，喝饮料。五十蓝哦，谢谢我。哈哈哈哈不是五十蓝，抱歉。对啊，这是清新啦。对啊，我饮料店没有货，我就跟清新。无影，谢谢我。Win 啊！喝无影就会 Win 啊！加钱了，没有啊，加钱有加珍珠要加钱了，水路费，水路费啊，怎么哎，这一脚，哇，水路费五十万，啊，待会给你发票，饮料拿回来，五十万，哎，你们要请展元哥喝啊，没有，展元哥是加五十万，哎，待会我选手要准备出场了，我们帮我打个气好不好？帮小勇。他也可以跟我们的蓝宝坚尼的粉丝打招呼。好啊。
对，首播首播要看了，对，这一集一定要看，这一集超重要，这一集要看，精彩的，精彩的，帅哥，帅哥。